买了两条大鱼，今天把它分装了。来了，送鱼来了，送鱼来了。来来，消个毒。哇，那两条大鱼太大，这叫什么鱼？梭边，大梭边鱼。这嘴好大呀，有点害怕。这在洗鱼，这个锅上在蒸洋芋，要做什么？麦乐鸡块。你看看这个疫情有多么的丰富吧。好，先洗了个差不多，然后我们现在开始第一步。我在网上专门搜了教程，是要先把这个地方先开一刀，然后再把这儿多一点多一点，反正要吃嘛。嗯，不是，先把这儿，然后再这样子，就是这么弄的。这个就是直接这样子啪啪啪啪啪就完了，是吧？嘿，真是刀刀不在一个位置上。切成片，切成小块，不是片。好，我们现在最后一步，把它装进这个袋子里面，就已经分装好了。最后一步，你拿进冰箱。这一个鱼也太多了，这么多。来看我们分装的四份，两份鱼头，两份肉，太好了，100来块钱，110块钱真好，比我平时买的都好。鱼塘里面养太大了，卖不出去。就是。然后卖给你，一看养这么大了才开始卖，真的可能也是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来，我们现在开始洗鱼。啊，收拾完了，分装好了，进冰箱。我们腾了一个，想办法腾上一个空地方，把它放平了，不能让它卷着来。两个头炖两份汤，还有鱼，做酸辣鱼、糖醋鱼，刚好。好了，完成。